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刘二手。接着上回给大家说啊，上回呢说到那个六爷呀过完生日啊，然后那个他老婆也来了，六爷弄了三个二加一也都在场，这样本来就是挺尴尬的，但是他老婆呢当时没发火啊。怎么说呢？哎，这种女人可能。怎么说呢？比较有城府也好，或者说，可能早就知道了吧。反正就是这样吧。后来呢，过了那么几天，六爷呢请着我们一块儿去吃饭啊，然后呢，席间呢又带上王小妹啊，然后一块儿吃吃喝喝聊聊。当时六爷呢喝点小酒啊，挺高兴的。直接呢就喝到位了，然后我就问了问六爷啊，我说六爷就是说有点事儿，一直想向您请教，但是呢一直觉得不好意思说。然后六爷说没事儿，你说说你的啊。我说六爷，您看您这都是吧，都这岁数了，是不是？您这个还行吗？六爷呢知道我问的是什么，六爷说行啊，怎么不行啊？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别看我这岁数，我保不齐比你们年轻人身体还好。我说那刘爷，您有什么保养的秘诀什么的呀？给我们讲讲。啊，刘爷就说了，说那个平时就得勤练啊，多锻炼。刘爷这人呢喜欢打拳啊，练拳击，然后啪啪的，平时跟那打拳。别看60多了啊，经常在拳馆里打拳。然后另外呢，刘爷说还得保养。我说怎么保养？说。抓龙筋啊，抓龙筋！我说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他说来自一个泰国的这么一个古典手法。我说那北京有这地儿吗？我说有啊，怎么没有啊？他说这但是人家不接待生人啊，人家那都是就是熟人介绍。然后啊，后来呢，那个六爷说得空啊，我带你去看看去。我说行。就这样啊，然后那个，我就一直研究什么叫抓龙筋。后来过了那么几天啊，六爷的那个老婆兰姐，然后给我发微信啊，说二手啊，这两天干嘛呢？我说没事，我说没事啊，没事就闲聊啊，问问家长里短的呀，什么这个那个的啊。然后那个，我就奉承了那个兰姐几句啊，就是说什么您这个气色真好啊，显年轻啊什么的。然后兰姐呢说她那个喝下午茶呢啊，和朋友。我说您这个孩子那个在哪儿呢？她说孩子在国外呢啊，在英国呢，说在英国上完学，然后就留在那边了，说自己每天也没事儿干啊，就跟朋友每天去一块儿旅旅游啊。一块健健身啊，一块喝下午茶什么的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就没再细聊别的，啊，然后有那么一天呢，那个兰姐呢，就是又就叫我啊，就是说那个正好我们一块喝下午茶，要不然你也过来呗，要是没事儿的话，大家一块聚一聚。我呢就没去啊，因为什么呢？那兰姐呀是六爷的老婆。是吧？我这算干嘛弟弟？我去，对吧？后来我就没去啊。然后过了几天呢，那个六爷啊又要去菜市场玩去了，啊又要去菜市场了，啊因为公关呢又叫他了。六爷呢，也想玩两把去，就去了啊。去了之后呢，依旧是带着我跟小象，我们一块儿去啊，当时呢，我们就去了，去了的还是那个去那个10月初5街那菜市场。当时去的时候呢，下了飞机啊，就有人接待，还直接，安排好酒店什么的，就全都一套活啊。然后当时刘爷呢，也是精神抖擞啊，然后就去了啊。之前几次呢，刘爷一直在那红米儿。去了之后呢，刘爷呢在那个厅里头呢沏了杯茶。啊，然后那个就要玩儿啊，然后那个，说上六爷就问说上回那个阿丽
怎么没来？没来。阿丽是谁呢？就是之前那个六爷特别喜欢那班长，就是每次，不是六爷有时候让我帮他看看班长的面相嘛，哎，就我帮六爷看完之后，那个挺旺六爷那个班长啊，就是每次六爷一在，他一发牌，六爷就红米儿。然后那个，公关就说阿丽今儿歇班了啊，然后那个。六爷呢，还不依不饶的，还跟那喊阿丽，阿丽，然后就在那喊。那个一会儿老板出来说，那个，先生，老板，那个这个今天阿丽啊歇班了啊，今天的身体不太舒服就没来啊。然后呢，又派了另一个班长啊，给那个六爷服务。这个班长呢？尖嘴猴腮的，有点瘦，是个女的啊，看着也是30多岁，但是呢，精瘦精瘦的，就是，瘦吧，但是瘦的跟那瘦猴似的啊，让人瘦的看着不舒服。然后手呢，就跟那谁那手似的，就跟那个跳孔雀舞那杨丽萍那手似的。虽然说挺美挺灵活，但是看着让人跟那鸡爪子似的啊，就觉得不舒服。哎呀，当时那六爷呢，有点失望。但是呢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坐都坐在这儿，说行，那不在就那就他吧，就玩儿啊。当时呢，六爷玩起来呢是怎么打怎么黑啊，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。一个是运气有这一方面原因，还有一方面原因呢，就是那个阿丽没在，然后就多重原因吧。啊，可能也是方方面面的。当时六爷运气不太好，啊，运气不太好。当时呢，那一晚上呢，六爷一共呢就黑了这个4800个 W，啊，就黑了啊。等第二天早上起来收工的时候呢，那个大家都不敢说话，因为六爷黑米了啊。然后那个，我就问六爷，我说六爷，咱们，今儿确实是有点那啥哈。六爷说，哎，没事儿，二婶，没事儿啊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听见没有？哎，这都不叫事儿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什么呀？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对不对？啊，哎，该怎么着怎么着啊？今儿这个说这个。哎，有来有往，对吧？哎，这不那没有天底下没有常胜将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六爷呢就回去了啊。回去之后呢，那个六爷就休息了。后来那个兰姐呢又给我发微信问二婶你在哪儿呢？我说我在外地呢。然后哦，他说那个这两天你看见六爷了吗？他干嘛呢？跟谁在一块儿呢？我就说没看见啊，因为我不想掺和他们中间这点事儿啊。然后呢，也就没再细说什么。到了晚上呢，六爷呢继续战斗啊，继续战斗。六爷一来呢，又找阿丽啊，又找阿丽，就阿丽，阿丽，就在那喊啊。然后那个阿丽还是没来。还是头天那个精瘦精瘦那班长，啊，然后那个在那派牌。六爷呢就问阿丽好点没有啊？这是怎么了？那个，那个经理就出来说六爷这个阿丽这2天说是身体不舒服啊，说可能得做个小手术啊，然后那个调养一段才行啊。然后说那个这个叫阿彩，就是精瘦精瘦那荷官叫阿彩，说让他招待您也是一样的啊，他这个手法呀，他哎挺好的啊，很多大客来了呢都喜欢选的。然后六爷呢也没再说什么，说那行吧啊。当天晚上啊，六爷呀真的是运气不好啊。基本上呢，就是10口里头也就红个2、3口。我跟小象在旁边都不敢说话啊，就是因为你怎么说呢，就那么长时间了吧，在这个马哥啊，
什么时候，人家什么心情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，我们都已经知道了。那六爷在那儿黑米儿呢，你肯定不能胡说八道，对吧？六爷呢就继续在那儿翻呐、吹呀、顶啊。当时那天晚上呢，六爷呢是换了3000个 W 啊，结果全都白了，啊，全都白了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们谁也依旧是谁也不敢说什么啊。然后那个，六爷呢还是说啊，没事儿没事儿，咱们该怎么着怎么着啊，都是朋友嘛。有来有往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做的也是买卖，也是生意。我光红米儿啊，你们不挣钱也不行，对不对？这都是互相的，应该的。哎，当时呢，六爷呢就挺外场，挺有外面那么一个人啊，就又回去休息了啊。但是呢，我明显看出来啊，六爷有点不高兴。虽然说嘴上没说什么，六爷确实有点不高兴啊。今天的视频呢，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啊，下个视频我继续给大家讲，拜拜。